季后选战起跑，对比柯文哲没行程，赖清德周六晚上指导侯友宜本命区蓝绿新北告场。不要去赌吼，想大赌的啦，对不对 ？CP 值想大的啦，人民没有什么人都来，伊都应该爱都来啦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家族，甲换落来，甲一路都好唔好？好。不等来讲三明海水，你已经给，啊，我也已经刷。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。正月十三，咱大家相传。大赞曾伯瑜青年挑战新店无所畏惧，毕竟对抗的是在地大家族。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郭玉琴、沈伯阳也助阵。蓝白闹剧目前暂时，我讲目前暂时落幕。他们在台上演的那一出实境秀是何等的荒唐！从新店再赶场永和，挺的是三度叫错名字的庄明渊。庄明渊，今天叫我调来，就怕再叫错。赖清德一开口，先斩幽默，说明拍板提名的三大理由。我这个头脑记忆未歹呢，啊开。讲到曾明渊名，就讲有，而且连续讲三摆唔对，这实在真罕见。就是要照讲唔对名，让记者报纸好好报，要让曾明渊出名，你就对啦。这区啦吼，曾明渊当选，总统就当选啦。所以咱英国这区等于是章鱼哥嘞。全国票单拢没看。李章挑战立委，直言不容易。2024美德不只要携手赢台湾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国会拼过半。三立新闻黄燕杰、魏文轩、S 君小组新北报道。